哎，听我说，我今天来是准备跟你们说，我已经决定金盆洗手。嗯，还没喝就醉了，你胡说什么？哎，是真的，我连名片都印好了。哎，两位大哥看看啊，请多多指教。哇，原来是菲律宾女佣介绍的所呀。那你不就是个龟公吗？哼，根本是卖淫的。哎呀，别说那么难听嘛，我当警察县民老是挨揍，所以我决定自己创点小事业做做。咖喱辣椒多多关照，想做正经生意也不拿个镜子照照。我照过了，蛮不错的，镜子没事，他还健在，我依然潇洒。哦，我看你早晚会出事儿。乌鸦嘴，没事就是没事，晚没事早也不会有事的。喂，嘿，干嘛那么客气呢？好，我知道了，拜拜，罗小姐。怎么，海咪咪找你啊？不是找我，是找我们。有没有找我？我刚说过不是找你的，是找我们。他说啊，为了谢谢我们，请我们去跳 disco。不是我爱说你，连这点常识都没有。通常男女第一次约会都会找个第三者来当借口的，对不对？嗯，是啊，是啊。不要光吃先说，对不对？对对。啊，我问你啊，如果你是一个女的，你会挑谁啊？就是挑来做老公那一种的。嗯，这还用说吗？他是挑你了。啊，我说挑你。啊，你听到了没有？哎，来，哎，吃吃啊，吃。等一下做的差不多的时候就去撇大条，晚上最好不要回家啊。干嘛不回家？不回家我上哪去啊？晚上我的房间噪音势必会很大，你回去这样睡不着的嘛。哎，罗小姐，哎，来啦。不好意思，那你久等了。我也刚到。嗯。Excuse me. Can I take your order, please? Ah, beer. Can you? Okay, two beer. Would you like? Ah, no. Oh, well. I want this. This two.Thank you. 罗小姐，嗯，你今天好漂亮。谢谢。不客气。啊，对了，麻烦你们两位这么久，我买了点礼物送给你们，小的给你啊。怎么好意思呢？是给你的。哇，这么大个礼物啊！我怎么才拆得了？拆呀，打开来看看。啊，好。哇，罗小姐，你买的礼物好有意思啊！我一看到它就觉得跟你好像了。哦，是很像，是很像。是手表哎。你的名字叫咖喱，这个手表的牌子是 Gary， 很配合。罗小姐，我的英文名字叫 Rolex， 谢谢你。好漂亮，喜不喜欢？喜欢，谢谢。大便。对不起啊，他没事的时候就喜欢大便。你是不是该去了？嗯哼。哎，对不起啊，我现在肚子不太舒服。哎，等一下，就是我也想上洗手间，一块去。哎，慢着，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嘛，要去大家都去吧啊。